走在中寮乡龙凤瀑布空中步道走廊，可以欣赏大自然的理想变化。龙凤瀑布是中寮乡历史悠久的景点，但长期以来仅只有零星健行游客到此踏青赏瀑。空中步道完工之后，掀起新的观光热潮。桃园市议会议长邱医生带领里长联谊会一行人特地前来议会参访，由议长何胜峰亲自接待，双方相谈甚欢。一行人并于下午实地走访龙凤瀑布空中步道走廊，由秘书长陈国忠全程陪同。桃园市议会特别邀请了我们桃园中壢区的里长，那我们今天来了将近70个里长，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何议长热情的接待，同时我们也感受到南投乡亲的这个热情。邱议长指出，南投县的人口仅约桃园四分之一，不过观光产业推展得相当成功，可以作为桃园的指标。此行参访，希望借此了解学习，更感受到南投这个风光明媚，好山好水哈，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邱议长进一步表示，南投与桃园市议会一直以来互动良好，透过参访与交流，可以互相学习，促进双方成长。同时也邀请何议长带领南投乡亲来桃园做客，让他们一尽地主之谊。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来邀请我们这个何议长，也能够带南投的乡亲到桃园来做客。议长何胜峰也趁机行销南投，欢迎桃园的乡亲前来游玩，享受南投的好山好水与好人情，同时加深两地情谊。民意新闻侯以伦中寮采访报道。